闭嘴吧，上次你喝多了可没少折腾我啊。报复心也忒强。赛车手级别吗？我故意的。我不想听任何解释。你真的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你不是不想听我解释吗？我没有不让你说话呀。那你吃饭了吗？华限量版的蟹柳沙拉汉堡，来也，尝尝，吃一口嘛！我保证你吃过一口之后，绝对欲罢不能。好，那再加一片火腿。加火腿，美味加倍。尝一下，我吃。赏个脸嘛，老板，你就当我求你，求你了，求求求求！哎，打住打住，这风格不适合你。老板，有人在，说不出口。没有啊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之后，有没有？我是说，我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过分的事情？你也知道你自己过分。真的不记得了。那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嘛？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你介意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出来混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介意啊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那你为什么会追着我问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我就是想解释。解释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。江湖，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这么介意？好好想想真正的原因，给我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只是想你想你，而你与众不同。追女孩子就应该摆出追女孩子最有诚意的态度，你觉得我的态度怎么样？先生，对不起。如果我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说过了，我想要追你，所以你我之间没必要再装腔作势了。你考虑考虑我。事儿得先走，汤你趁热喝，瓶子我下次过来拿。走了。江湖，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。你还没吃晚餐，和人谈事，别忘了填饱肚子哦。石头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来的冒昧了，没打扰到你和你女朋友吧？哦，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女朋友不会介意的。小剧场就不能脑补一些正能量 happy ending 的戏吗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天底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，有些事情我们能控制，有些事情控制不了。你放心，就算是公司拆伙，我俩也不会拆。以另一种方式延续，对于改变我俩现在的关系性质，我可是认真的。是啊，创业不就是一个不断给自己挖坑又填坑的过程吗？你放心，我会把我面前的这些坑全部都填得很完美。我相信你。对啊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做了事情不敢承认，对别人啊上下其手，又是抱呀又是气。哎呀，这还不是上下其手。烦死了，你存心的。
存心的。对于改善我们俩之间的关系，那我是存心的。你放心吧，在你还没有确认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，我会对你保持收视率的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一句谢谢？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看你就是来气我的。有章有法是你，娇蛮任性也是你，敢做不敢认还是你。CD 借我听两天。爸爸，你能做到，我也能。三四天呢，那就三四天以后再回呗。现在回腾越都没人照顾你。可是我跟你又不是住在你家，太奇怪了。江湖，我说过，追女孩子就要摆出追女孩子的诚意。我现在做的这些，只代表我的诚意，所以请你尊重他们，尊重我 ，OK？怎么了？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乖了？你不会是发烧烧糊涂了吧？谢谢你。几分钟，那我们也可以干点别的事情。好，想什么呢？我是说一个吻别。这不行。那哪里可以？少占我便宜。谁占你便宜了？我们都已经发展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，就是三号公路门口那个腾越场。啊，你已经到了。
好嘞好嘞，我们马上出去啊。好好好，一会儿见。嗯，车到喽。这样的结尾才能让我满意。我回去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。那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想好到底要送什么礼物给我。真是斤斤计较，放手，这很多人看着呢。没人看。有，一会儿看着。谁看你了？没人看。徐导，请稍等，吃蛋糕。好啊，我喜欢吃蛋糕。吃蛋糕。好。嗯，好。小江总。吃蛋糕啊！嗯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成、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吃蛋糕啊！来一口，来一口。哎呀，原来徐总是左撇子呀，没看出来哦。我之前来，您快吃吧。嗯，咦，哎呀，掉了呀，掉了呀，来。